谁也动这件事，在这最终肯定就要到那个业绩要做。不是，因为折不是是从都是四的，只能给一个完全的平面图，把这五块屏占，对，占成一占成一块屏以后，对，给一个完全的平面图，按这个平面图做就行了。嗯嗯。那种是做跨屏的嘛？然后对，然后比如说就是像这片儿，对，就是五屏就广播这就算了，哎，特屏播特屏的这种。你看，比如说就现在播的这个片儿，嗯，你测评也想用主屏两段的这些内容，你能不能保证测评不要给人家翘？就播成你现在这样。播这了，那到时候肯定就是。万一就是没有给你专门做测评吗？没有做就做两边 logo 就算了。哎，那也不行，不是嘛？啊，不是，有的时候就得播这了。或者播个什么竖版的那种，那就行了。你要播，你就得按比例做了，啊，不能按照变形的，肯定不能，肯定不能变形的。有这东西，你要是变形的就没那些不成什么的。